敢问剑主何名？白发仙。有趣的名字。我这把剑以美扬名，若是这把美剑可以杀死大名鼎鼎的柳月公子，是不是也很有趣啊？ 你有信心杀我？有些难度，不过我想试一试。很多人都想试一试，但我依然坐在这里。是吗？公子，又来了许多人。感觉到了，轻敌了。在杀你之前。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。说，我想看看你的脸。世人以白为美，唯他通体濯黑；世人尚美崇美，唯他爱丑怨丑。你是墨尘公子，墨小黑。